哎呀，到家了，看看我老舅他们今天好几个人采的山菜黄瓜香，采多香？采多少斤？老叔，大概？今天大概啊？啊，五六百斤。掏上了？掏。你这是干过的去了？干过。哎呀，这些全是啊。啊。这菜好不好？今天菜。嘎嘎的。是吗？哎呦我去，老叔你们这不发财了吗？整这些几袋的？我舅妈还没回来。六七袋的。六七袋的。也没有了，顶多能再采一天，没了。完事儿了？没有了。这回彻底没了呗？哎呀妈，二姨你们这不发了吗？发了。这钱都让你们挣了。慢点啊。没了，都哐哐哐了，明天也就一天。这回完事儿了。咋真好。那有卧的，没卧是白雪。这啥呀？没事，我爱吃的啊。你老舅找手机。哎，上面。这俩直接搁这上面吃老牙。阿姨，你们这是掏上又吃老牙又黄瓜香，你们还有呢？有。哎，看这一袋一袋的，这些都是刺老牙，这个大袋里边全都是黄瓜香。妈，真好，真老差。哎呦我的天，这刺老牙嘎嘎好。嗯呐，又粗又胖哈。哎，这大包小包。这啥呀？刺老牙。你这袋带少了，我看今天这是。啊，整这些。老叔，你们今天发了好几千块呀？一天挣好几千，七十七斤。啊，七十七。嗯。阿姨，明天我跟你们也去，我是不是也能分点？去吧，明天一天好几千，124。那个狗还饿没？看看，吃饱了。你就一袋袋整吧，八十五。嗯。记了吗？记了。也是水没少带，是不是？嗯。馒头呢？还。饿着，一着饿，这馒头。你们那弄点扁的了吧？没到。现在都成瘪的了。往这儿给他。真好啊！这时候挖这菜，我跟你说老好，这都是有卧的，都是晚期挖塘地里菜，早期菜根本都白扯了，而且都是头茬菜。一等菜。你们别带路，这是打个鞋。那老二一七零送111。嗯，这还没有那个沉呢。105。24。77。加124。加85。加3个1。加105。加24。等于。526。哎呀，526斤菜，你们这不发财了吗？真过瘾呐、啊！这要我去，那就这样刷刷刷，那就直接赶了。真过瘾，这叫骗钱是老叔。那这有小锅搁、哎、这边来看看，这个刺老牙二姨得有多少斤？不得40-50斤呐？50-60斤。50-60斤呐？还掰了这么多50-60斤刺老牙，而且刺老牙比黄瓜香高老多了，就这点刺老牙都值点好钱。你说左一兜右一兜的，这趟山扇太值了，你们今天都卖好几千块呀，我瞅都有点着急了。但是咱没有片儿，你知道吗？我二姨他们都有片儿，这都是他的常年跑山的老窝子，就要么大养母要出了，正是时候是吧？完他们就去了，而且是开个四轮子，而且是开个小面包车，两台车去的，干出这么多，那也值哈，一天干好几千，这挺好。手机找着了？找了。咋丢的呀？他那黑腿掉出来就揣这兜了，掉腿泡里了、嗯啊。我看咋样了？咋样？开不开机了？你别开机，老舅，你给他塞大米袋里边，塞大米袋里，第二天他吸潮就好了。你说你这点钱够买这手机的吗？够了，老舅，你跟我舅妈俩今天整好几千块，够了。嗯、我就趴那喝水，这不空中完了掉那水里吗？累完了，得亏找着还挺好的呢。我的袋子呢？你说他下了骑车，他不我老舅他们上山采菜，去他那个片儿了，3点多就走，到现在都4点多，快5点了才到家。手机差点没得丢，掉水泡子里了。这强马我找着了，现在
现在不敢开机了。完了，但是我舅他们每个人没少挣啊，这今天可掏上了，采那么多那么多菜，今天掏了哈、哦，真过瘾呐、啊，整的我都想去了。下回我给你去要老舅，菜全好了，可粗实了，还胖，而且可嫩了。这时候能采着这么好的菜太少了。基本都已经完事儿了。这时候的黄瓜香呢，已经接近尾声了。我是采不着了，这都是我舅我姨他们采的。这是有片儿，没有片儿啊，根本都采不到啊。这小菜你别看它稍微长点，可嫩可嫩着了，可好了。这都是挖塘地里后出的晚期菜、头茬菜。哦，家人们，我就挂在下面小车了。有喜欢吃新鲜的去拍吧。这回真就结束了。